先说个好消息，首周深演唱的电视剧《七夜雪》的雪落无憾主题曲《一生一瞬》10月21日正式上线海外平台，海迷们可以毫无阻碍地听周深的《一生一瞬》了。空中飞猫周深结束了昨晚的金鹰奖颁奖典礼，马上飞到了香格里拉，今天已经和跑男团的兄弟汇合，开启了特别季的录制，网上已经很多的路透了，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哦。说到金鹰奖，新华社在21日艾特周深也分享《心同此愿》的舞台，发博说周深献唱歌曲《心同此愿》，用独特的嗓音将情感传递给每一个人。贵州卫视还是没动静哦，嘿嘿。周深下一个已知的行程是27日《王者荣耀》共创之夜。21日，王者官方以对话的形式剧透了嘉宾的舞台，其中周深好像真的要表现大型魔术了，哈哈。如果有魔术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要唱《奇迹时刻》？另外2024年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主题曲看见我是不是也要唱呢？还要加上主持团队的合唱，不知道叨叨猜测的是否准确，拭目以待，大家也可以猜猜哦。再接着应该就是31日的直播，作为天猫精灵的全球代言人，周深21日微博宣布天猫精灵又上新品了，并预告31日自己将再次走进天猫精灵直播间。记得哦，31日周深将再次走进天猫精灵直播间，天猫精灵也官宣了一些列的优惠和福利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当然中间肯定还会有其他未曝光的行程，